有我一个人。然后我觉得真的最先要先谢谢，就是我的国中同学，是我的国际世界推荐的高高，是他就是带我进来就是 New Skin 的。然后也谢谢所有的上线，我觉得就是每一个上线啊，还有伙伴都人超好的，都一直鼓励我。找方言就是一直说这个月一定要上红包，结果还好真的上了，不然就丢脸死了。然后要谢谢小兰，她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照顾我们，每一件事情大大小小的事情她都就是很关心，真的就是像家人一样。然后我其实原本是在开服饰店，在东区开服饰店的，然后其实原本也还不错啦，生意还蛮好的。然后后来真的是一直到我自己就是买了房子开始啊，要缴房贷之后，就觉得说钱真的是不知道要赚到什么时候哎。然后所以其实就是经营服饰店其实还蛮辛苦的，除了时间很长之外啊，就是真的货真的超级重的，每次就要提那个可能十几二十公斤的货这样子。然后真的很感谢我的家人，就是他们。都说只要你开心就好了，而且我爸妈从小就非常的疼我，然后就是每天半夜陪我去拿货啊，然后都说我太瘦了，他们都胖他来提。也是台大的，所以